从对面的拉面馆过来，然后到了这边的啤酒馆，进去可能溜达一圈。然后这边还有个房子，这个是什么？世界的玻璃展览馆。然后再看看那后边山，风景还是可以的。这是我今天买的，这边是制作的地方。本来是过来要坐船，哎呦，看看这边两个船，这写的什么？写的破产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么好的观光地，这个地方呢，翁岛什么港，看这个地方景色多美，这是湖啊，这不是海。Come on.
刚买了张门票，520元，520。只有最高楼才可以让摄影，别的地方有文物是不能上，不让摄影的啊。就房顶了，房顶，看看。还有这边山作为背景。看完了，里面不让拍照的啊，外面的话都还是这种。然后这边有个什么小茶的庭院，可以去看一下的。小茶亭，很小的，very small。今天住的地方二楼吧，二楼今天也是一溜干开的，然后进去以后呢，虽然旧但是还是挺有味道的，这个好像这田屋，田屋，被子给你弄好了。
看这一集多有情调。